千古绝对上联，一瞥一捺写人生，下联真是太经典了。众所周知，我国历史文化博大精深且源 远流长，且对联也是我国历史文化重要的一部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对对联不仅是才子骚客消遣作乐的一种方式，更重要的是可以考量学者的实力水平，故此在我国历史长河中出现了数不胜数的经典对联。Sponsored links。在今天，笔者也为大家带来了一个十分有意思的上联，大家请看上联：一瞥一捺写人生。可以说这个上联看住很是简单，但是想要给出经典的对联还是很有难度的，因为你不仅要照顾到句式、意境问题，还要考虑平仄是否到位。面对这样有趣的上联，笔者忍不住想要试对一下，接下来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吧。Sponsored links。 一上联：一瞥一捺写人生，下联：瞥短捺长是八字。哈哈，笔者就是来搞笑的，笔者不才，只能给出这一下联了。笔者也明白，这并算不上经典对句，平仄、意境都不到位。但是从句式上来说，还是可以的。接下来，咱们一起来看历史学者们试对的下联吧。一上联：一瞥一捺写人生，下联：半生半死表志向。二上联：一瞥一捺写人生，下联：两竖两横书井然。Sponsored links。 在笔者看来，这两位学者试对的下联都是非常经典的，其无论是从意境上还是从平仄方面来说都是非常绝妙的。各位大神还有啥更好的下联吗？